的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为了要传宗接代，费尽心思要来炼一口的血，通吸收伊血内底鲜果的药效。另外一方面，多拉伯为了救母，只有去做过帮和当家后生一口来甲解救。多拉即嘛一条命捡到转来，但是满房怨魂却变作怨魂，要来驾驶歹心妇阿转啊呢？这那一日干一日去啊？不用啊，阿你礼拜那唔出声。不行不行啊！阿尊啊，阿尊啊，是安怎啦？阿婆过来啊，阿婆过来啊！尊啊，你妈呢？规工疑神疑鬼啦！辉龙，我不讲白吵，阿母打算去坐车，然后你入来，我就，你看，有卡音，我不讲白吵，这下是不安怎啦？阿母一直来催我，你是不是要连我去卖命的？你妈别乱想啦，阿母有良情，我又会对你安怎？你放心啦，啊。谁讲的啦？一定是我误我的，那么你怎么会去催你？一直来催我。阿尊啊，伊这脚步吼是夹出去外口，我来看卖啊。我哟，你卖留我一人伫遮，你等我。尊啊，你等我，这脚印吼，行到后尾才就无啊。阿婆一直伫咱附近，伟宏啊，我就惊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别惊哦，你别惊哦。阿婆啊，我伟宏啊啦，你若真正回来吼，我拜托你啦，你就带念讲哦，阿转伊巴肚内有你的孙子的，你就莫甲吓惊啦，莫搁回来啦。阿婆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别看恁坐啦，听我着无唔对啊啦，啊无来上班咯，却逼得我紧落去啊，较紧，喏，你甲扶起来，甲扶起来，手甲换好势，像安尼。你拖汤哦，上阿准了无？做外唱呢？哎，拜谢，老伙，拜几位，搁一摆哦。志康，
我叫你做代志哦，你走到哪飞嘞？你叫是我念袂着你啊？那又搁是你呐？可是啊，伊是安怎？好，那搁拄着阿勇甲一考验大姐啦。啊，就即个掉沙啦。啊，你讲这讲要办会？掉沙？天气都还袂反热的，是安怎会掉沙？看看看，哦，先生啊，你迄支哦，伤细啊。哎呦啊，菜刀，吃。办会哦，我有乌龟，我看是要先放。啊，是要先放？哎，你拢卖袂？啊，拢卖哦。阿伯，放！哎，你恶毒的查某啊！我恶毒，你两个人哦，闭鬼闭关，我规歇，互你做太监，卡要钱够哦，少收一块呀。一块恁大姐啊，你千万莫冲动啦，莫冲动哦。啊！你做波，我给你耍好了。你干啥？臭个阿波嘞！真好笑是吗？拢你啦，唔好好做代志，你才会去惹到迄两个心理变态。这是无同款两件代志，拜托啊！我一定是反桃花。啊！反桃花，你是要咪讲啥？进去找花哦，收错档啦！你无放开，我是咩去啦？哼！阿杜的查某，来啦，大声打呼啦！阿专啊，你今嘛有心爱加食瓜？哼，你阿妈还可能搞我吓惊，我要哪会食会落？回宏，阿专。阮外姊叫我来收厝税，是好好食，干嘛要死？子科，你来收厝税哦？啊，你中大车开袂？无，做伙食。对啦，做伙食。啊，不过阿姨拢会甲我饲呢。啊。阮兜在卖豆腐啊，搁那豆腐我食，当算贵，我爱硬。阮厝内三个人，哪敢穿着底碗？啊，大头怎嘛？伊无该做食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哪安尼啊？别惊，别惊，有代志别惊。啊，一条腰带啊，就甲你行到安尼哦。你看，连个鞋也嘛回来安尼。你是谁？阿母回来啊！妈呀，死啦！啊，大头子，我明明就送回来啊，伊也无死啊。啊，火龙甲阿尊哪会惊到安尼？这两个人哦，心内一定有鬼。好，我来甲因吓惊一下。没惊，没惊，无代志。阿姐，我你哪变干呢啊？你倒回啊！爹爹啊，你无看到？大姐嘛，一空两块，把手掉掉，喙齿哦，看我这样长啦！啊，这个是条蛇啊，太强嘞！哎，我无乌白讲啦，大头姐嘛真正是伫个遐啦。哎，我听讲哦，吊头死去的人哦，伫每工同一个时辰，佫会佫出现，然后哦，佫来死一届。因兜遮有一个大神仙，每工同一个时辰，拢佫会佫出现，对无？快啊！阿母，你一定要把我出来啦！袂啦袂啦，你免惊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我就惊，免惊，免惊，免烦恼啦啊！根本真正是，我唔相信。有影红姑的生堂，
敢讲一颗好心将大老即马送登林家，说不定都害到伊。大老即马是生也是死呢？我真正是，我唔相信。大头鸟，看这牌子，阿专一定是把大头鸟嘛欺负甲真忝，大头鸟嘛才唔敢出来。有啦，我唔但刚看到大头鸟，还佫看到大老板呢，吼，伊规人啊青酸酸，目睭白得大绿个，还甲你伊呢？你有看到阮阿爸？系啊。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恁两个人吼，考到大老进嘛。恁是无伫个啦，是让恁赶出去，恁歹甲伊死啦。伊才去找大头伯的吼，倒来甲恁夹死啦。是要安怎啦？你敢会怪想看啊？你，我要走了。哦。啊，这敢不是要买物件吗？你怎在这？敢讲阿母无死，又转来厝的。有影哦，这无怪走甲物件常常碰见，伊连米伫咧吃，搁偷吃物件。好啊，今日敢搞我吓惊，让我找到伊哦，你就知啊。我来倒水啦，阿兄，阿兄这啦，阿兄搁飞这啦，我来接啦，我来接。不免你找啦，我家己找啦，出去！等下，这我无爱叫，你来陪啦。陪哦，好啊，你有材料掠到我，我来陪啦。心头拢结几球啦！其实，
想我家己一个去陪望，是花王甲阿全，伊超故意要甲我等咧遐个。是啊，你哪会当安尼做啊？你嘛莫怪因啦，拢是我食到遮尔老啊，搁规身躯全毛病。因惊我会连累着因，阿全即摆已经有信啦，我嘛想要看我的孙，狂在想讲要转来啊。不过我惊因，若发现着我，因会把我赶出去，我毋才想办法去假死秘起来。阿是讲。你嘛真厉害的，你是迄条腰带，你是安怎变出来啊？迄不是我用的，我刚才用一摆尔。你是安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我知影，一定是大头背后会甲伊创治啦。大头啊，大头。嘿啦，是我创治的啦。对啊，迄大头背后就烦恼你呢。无吼，嘛袂逐工吼，一直搞托梦，佮叫我去救你呢。是讲大头子嘛？你拍算要病偌久？你受伤啊，身体佫无好，我逐工干那食这饼，我惊你身体会袂堪的啦。我嘛无想遐尼济，我佮他想讲吼，会当过一工就算一工。我的代志，你免烦恼啦。免哪样诶？大头子嘛，你阿婶不爱饲你哦，我只够饲你啦。这是恁讲的哦，我无逼恁哦，恁讲搞真搞。对啦，大头子嘛，我未放心放你一个人伫遮，你对我来等。我是讲，你去嫌阮。无啦，我欢喜都袂赴啊，哪会去嫌？想要跟我一世人，还可有机会，通好跟我分予人做囝的后生做伙生活。俗语讲，一斤囝唔值咧四两命。大老正话是安怎要将一颗送我林家做囝？伊到底有什么苦衷呢？一颗平常时也是无要无紧，一天透早煞将村民拢请来海公宫的，到底是要创啥？一颗啊！啊！你甲大家约来遮是要创啥？我搬钱想要行啊无？行，厝税还袂甲恁收咧，叫我行，迄零啊才算。我即摆哦，先甲恁两个不孝囝算苦读阿母的账。啊，阿母！哼，搁有一个恁阿母哦。啊，有这歹代志哦，看到家己阿母搁皮皮喘。啊是歹物件，阿母伊无死啊，当然无死，还是大人嘛，保庇。各位啊，恁敢知说两个人活要紧哦？参加你老母袂晓趁钱哦，就该等你帮阿婆啦，都叫伊袂当回去哦，食青拢靠家己啦。那大头子嘛哦，你敢有么想袂过去跳楼自杀？若知影安尼，当时钱哦，就生一条憨钱哦，看伊阿犀利。你总算出狠啦！哎，阿尊啊！阿母啊，阮知阮唔对啦，阮是一时的糊涂，请你原谅阮啦，啊！哎，借问一下，恁平常时是安怎靠到大头子嘛？阮带伊转去时阵，伊既然惊，互恁知影，敢若会当秘伫灶间哦，食恁袂剩的饼。靠到伊啊！你莫误会啦，阿全哦，只是讲话较大声，无迄啰意思啦，啊！这件代志哦，交乖妈处理哦，上公道啦，您等。各位啊，您拄则讲无吼，哪里唔知因是毋是敢伫个乖妈面头前哦，啊斩鸡头就抓下，斩！啊，无影代志就是无啊。我救啥物蛇啦？救蛇啊！救蛇啊！救蛇啊！无讲袂使啦，救蛇！救蛇啊！伫个观音妈面头。
头前讲白菜，搁这样红声，哼，恁敢听会落去？哎呦，恁哪家代志不管遐尼大？阿姊啊，今仔日哦，若无回两个一点仔假事，以后大头这嘛日子就歹过啊。这样，交予一科处理，你免烦恼啦，哈。乖妈，你看伊哪有够高怪？什么怪伊妈？我无要信啊啦！恁哦，嘛歹就是要假事我，我嘛真委屈呢。恁敢知影？伊哦，一个月药是爱开偌济？我饲这么久，嘛算是有够啊啦！恁嫌嫌我不好，要可怜伊，就家己带恁去。你讲吼，我就甲大头这么带恁去。没有，我甲你阿母带走，你莫后悔。对这么开心，你又当作无这老母，大头这么白，当作无你这后生。我哪有讲我莫是我阿母啊？辉宏啊，啊，这么既然有人要饲，你搁要担什么责任啊？不准去呀！求生，煞对厝内底菩萨无尊敬，这是将福气往外口撒出去。又果是这个乞丐，伊算是什么菩萨？是要讲出来给人笑的？我无白讲，伊这年岁才悬，做啥物代志有经验，阁有智慧，伊随手摕来拢是宝。你唔信哦，不要紧，那安尼这个福分都好帮人接去啊。少年的，听你的意思，即马是要认客户对无？我这个手款一角银卖乎你，乎你做纪念礼送乎客户好无？好啊，多谢你。多谢你啊，大姐。对即马开始吼，你就是我的客户，以后吼我拢叫你阿母。好啊，阿母。我早就讲过啊，伊顺手摕来拢是宝。金妈，这边哪有可能？真的是好事无相请，歹事在相催。阿转这个歹媳妇，不爱哄抬大家，搁要提大家金酒馆，怪你妈会安怎个假死呢？明仔台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葫芦岛上主观音。伤心的海岸，问你敢知影？人家想你啦，感情线用阮性命念相偎。